具体怎么写的当时现在我也记不清楚了，但是大概意思是这么个意思，就是将来那房产归他，那商店归我们啊。刚才我们跟您说嘛，他把我们商店也给要去了，我什么都没有，除了家产要了。商店占一分钱没有，你听着，家产要了，商店要了，然后呢还一笔商店不是拆了吗？那商店拆了，就是在1990几年的时候，我们那商店总价值。Swear I won't forget this. Why do I regret this? In my mind, reckless thoughts are feeling endless. Sitting up, I'm breathless. Anxiety's infectious. I feel so defenseless, betrayed and embarrassed. I hate being open. I hate being broken. I feel like an ocean filled up with emotion. Anger ain't a potion. Rub it on like lotion. I can feel it soaking. Reopen. The scars have awoken.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I feel so lost, never at home. Need to be strong, every breath hold. 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feel so lost, never at home. Need to be strong, every breath hold. 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Every breath hold, cause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can't move on till I let go. I feel so lost, never at home. Need to be sure. 一分钱压根儿连看都没看，这是两回事儿。他连看都不看，这是两回事儿。养父养这是两回事儿，赡养费该给的法院那是另外一桩官司，另外一回事儿。咱们现在说的就是这拆迁款，你是想要儿子给你补上一些赡养费呢？还是想要这个拆迁款的一部分，跟儿子没关系，对，主要就是我们俩人之间的问题就在这儿。我也听出来，老吴不愿意打这官司，跟儿子没关系，不愿意打这官司，不愿意去面对儿子，面对前妻，闹到法庭上去。您为什么不愿意面对啊？我相信肯定有我的。您愿意吗？天理就有我的。如果没，金玲，就这话没法说了。按照天理，老吴觉得应该有他的。但是天理不一定会给你们急需的这笔钱，你怎么办？那我就等会儿告去法院告，只能是告，没有辙。你觉得只有这个办法？我去人家不你能说服他吗？我说了，我说好些回了，他不听，你怎么着啊？如果到最后您也不愿意打官司，或者是打了官司您败诉了，拆迁款跟您没关系，那为什么归他了？他还是户主呢？为什么呀？你怎么办？都二十年，他不在这掰扯这个，掰扯不清楚，那是法院的事。你怎么办？万一是那样的话，如果要没有我的了，我给他再挣出来一份，靠自己。对，能撑得过去吗？撑得过去也得撑，撑不过去也得撑。金林，你说怎么办？如果这钱跟你们一分钱关系没有，你们。贫困的状况依旧，咱这回不能跟他离婚的，离婚孩子没爸爸了，这么大了孩子，你说我们这孩子昨天晚上还说呢，你妈您别黑你跟我爸爸净说那钱的事儿啊，你说我这冲谁呀？我冲孩子也冲他岁数那么大了，我什么都得现在都得听着他，听他的，你没辙，你说我死白咧跟他说，那我也说能要一份能要一份，为了要不来呢？要不来那使劲要吧，那没辙呀，我怎么弄啊？我有天大的本事，他是户主，他跟他前妻之间的事儿，我再怎么插，我插也插不进去，这插手。所以我就问你，如果使劲要也要不来，要不来也，要不来那使劲，我们俩使劲挣吧，那也没辙了，那我有什么辙呀？你说说，你后悔？我就
不后悔，后什么悔呀、啊？这人呢，甭管干什么，就得一直往前奔，反正。只反正就知道身体好好的，能就能过上好日子。真不后悔。不后悔。